这个5月1号开始建交，我们都从新闻里已经发现，那也谈到就是说相互之间都有机会发展的机会。我们这个工厂就是500个人以上，我们主要生产胶鞋，然后雪地鞋，这个我们市场主要是美国、加拿大，这我们知道应该是整这里产品到美国，我们可以享受免税这个待遇。